把家装在车上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？开着家去旅行。今天就带大家看一看房车界的迈巴赫魏航房车。打开防蚊虫窗纱，就是我们简洁而又温馨的家。这辆车可以合载一家四口，2.0T 的柴油发动机，蓝牌小车本就可以驾驶，主副驾驶可以旋转，17寸的网络电视。这里是房车的室内厨房，配有洗菜池，可以拓展的小桌板，空调、电饭煲、热水器，还有一个可以储存食物的108升的冰箱。这里是控制开关，暖风机、热水器，它可以储存到9.6度电。车辆顶部还配有太阳能板发电。卫生间配有马桶、淋浴、24小时的热水，150升的清水箱。看完内饰，再带大家看一下车辆的外观。这辆车的车长是5.94米，宽度是2.11米，高度是2.75米。后部双胎增加了车辆的稳定性。车辆上方还配有遮阳棚。这里是户外厨房。这辆车的官方售价为368000。你们喜欢这台车吗？下期给大家介绍一个4万块钱就可以买的房车。